叫吗？过了喉咙也不会有人理你的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禽兽！假设上述行为钟馗构成强奸，那么他对程咬金呢？小心肉。我们来分析下这道题，其实就是性侵女性行为啊，构成强奸罪。但性侵男性是否也构成强奸罪呢？我国刑法规定，强奸罪是指违背妇女意志，是用暴力、胁迫或者其他手段，强行与妇女发生性交的行为，或者啊，故意与不满14周岁的幼女啊发生性关系的行为。这里的犯罪对象是女性，而不能是男性。犯罪嫌疑人性侵男性虽然不构成强奸罪，但还是可以构成其他罪名。在司法实践中，一般以强制猥亵罪或故意伤害罪论处。温馨提醒：男孩子出门在外一定要保护好。